84岁，我什么都无所求，我现在什么都放下，只要去极乐世界就好，可以成佛，OK 了，她没问题。她老公死，她也说没关系了，她会去极乐世界，我帮她念佛。她这么简单，她拿了10万块跪在我面前，你跪我跪你比较快，哦。我说："师父，这个要做功德，做功德，所以是这么自然。他是掌握佛法的人，他掌握精髓的人，大布施，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。他女儿在旁边还有点放不下，他都笑笑，没有问题。这样，她老公往生，她就是来做功德，希望老公去净土，谢谢老公。"这么简单，所以一点都不难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、有空气一样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对于这个世间、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。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字句，
其中多有一生不住，其出生多悲是生。